Hello，大家好，我是闯人于洋。Hello， 大家好，我是闯人奥斯卡。Hello， 大家好，我是闯人浙海江河 Cup。来，我先。哇，点儿好正啊！直接中，然后怎么办呢？再来一次，这也太狠了。哦，坏了，牙齿全摁没了，起不来了牙齿，我老师你这醒有点变了。发一条微博夸另外两个人帅，最后输的最惨的一个人，因为现在是你们俩先玩嘛，你跟奥斯卡还有跟海啸啊，最后说最惨的一个人叫发微博说一声拜拜，就是原有多么的帅，有多么的好看，就是另外两个人非常帅。好，好吧，好。又坏了，好起来了。实在不好意思，抱歉大家，我必须得走了，因为是4:17的火车，现在应该是都赶不上了。然后我要赶回去学校，毕业答辩、毕业考试、毕业论文，然后我走了，卡卡。行，我走了。回头见。好嘞，咱回头见啊，拜拜喽，拜拜喽，拜拜喽，拜拜，辛苦各位老师们，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石头剪刀布 ，OK。哎，你输了。他绝对知道哪个牙齿有问题。我他怎么知道呀、啊？他输了。你刚摔的也是这个。不是，每次会变。然后他要发微博是吧？那这样就是你和于洋都发微博，奥斯卡帅气，并带他的照。不是，这个质量有点问题。没事。啥？就是你和于洋都发一条微博，带着奥斯卡的帅图说奥斯卡真帅。行。等等，夸赞他的话。行。我直接发个那种小作文夸他，就是全程毫无理由的吹捧那种小作文，可以不？我就不说简单，我不说各种跟故事有关，我觉得奥斯卡简直是世界上无敌宇宙来自千万年前的超级史诗无敌大帅哥那种。天哪！谈出来就输了。是一人插一次。那我们输钱不谁先插？你先插你赢了呗。但我觉得万一我先插吃亏了。你信了。我可以跟着你插。你插二，我插二。哎，要有缝的那个。他输了。这就输了。对啊。就只有一个东西会让它飞起来。对。只有一个，就这么快。那他输了怎么办呢？然后我们第一轮的惩罚是女团舞挑战。跳。我随机播放几个女团。我男团舞都跳不好，还跳女团舞。就是男团舞跳不好，跳女团。你教了男团，你有擅长女团？没有。哎呦，这太难了吧！女团舞怎么跳？有什么特征不？就屁股扭起来就好。你有知道的女团舞？我没有，我男团舞知道的都不多，就穿在营那几个。我感觉应该有的是，你跳呗。你这不是你这背演员舞吧？屁股扭起来。好了，石头剪刀布，我先。不能倒，倒的人输。就是要抽，然后放回去。要往上放。
对，抽。那我要是抽这儿，不是直接死？可以抽啊，不会死。这个没那么好倒的。你怎么什么游戏没玩过？我要为难你。不能这样子啊！可以啊。不能，游戏规矩就是你要放这儿。哦。哎呀。而且你要选好，你碰哪个，你必须要让那个掉。就是你不能换中途，你不能觉得那个太紧，然后那啥。哦，对头。看到没得？这还是有点吃胶。干净。我感觉要死了。不会，没那么容易死。这个玩挺丑的。他还带着。该你了。这儿两个绝对不能碰，碰了必死无疑。那我就，我感觉我真的要死了。怎么这么难啊？哦，要倒，要倒，肯定没了，肯定倒了，哦，哦。又是沸羊羊输了，然后他的挑战是什么呢？这个怎么这么难呀？这轮挑战是在创造营学员的大群里发一个自己的表情包，并且说我好帅。现在还好我没输，我去，啥玩意儿啊？这都是你输了无所谓啊，你输了都人家都知道不是你发的，但我一输他们都觉得是我发的。好像是有点道理啊。你的表情包？哎，我没存我的表情包，我没存。哎，这有，我没有他表情包，这个不是啊？这是我跟 AK 的。哦，这是我的，这我穿了个熊猫壳。OK。再加个表情。好了，结束。等一下等一下评论。啊？看看有没有人给你回复。我觉得估计没人理我。应该没人理他吧？谁会理啊？我艾特全部人，怎么艾特全部人？我不知道。只有群主可以艾特全部人。嗯，群主是谁？曹主，麻烦跟曹主发个消息。等一下看有没有回复吧。好，等一下，等这个都结束了。二一。李佳豪说：“真 TM 帅，这脑袋。”何一俊重复发了一下我的表情包，范正尔说他发了一个我跟 AK 的表情包，手挽手的这个，说你俩这样黑胖胖。古女林说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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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救命！然后鞠伯宇发了一个拿扫帚打人的表情包，这是韩美娟吗？好像，哎，好像是，就是他，就是他。这就是啊，哦，是还没选，是，那结束。来，石头剪刀布。我出来问你，答不出来就输是吧？对，因为这个是要你们轮流回。五秒 ，OK。很长段时间其实。啊，你问是吧？对， okay， 我问。来来来，我们一起问。你们一个一个慢慢回来，先决定一下谁能回答。他先。好，先三二一，走。不是，我先问完你再到。哦哦哦 ，OK。好，说出三个创造营的张姓学员。什么是张姓学员？姓张的。姓张的学员，先到，然后回答。张。到呗。耍赖。张新特、张腾、张家元、张新瑶，各种都有。张新特。张晨、张家元、张家元，我也要回答，五秒钟之内。对，
三二一。这为什么还有瓜子？这来影响我。跟你三二一。张信尧、张腾、张新特。OK。啥？继续。还要说？对，这样轮着说，倒数，到有一个人答出来为止。哎，这轮我们就当试验了，好吧？谢谢。试验好吧？这游戏好，这问题有点为难我。好，说出创造营三首公演歌曲。Radio、Lover Boy、通顶。他说的通顶我就不能说了。对啊，三二一。醉拳、苏有法大可爱、下雨天的时候我再想你。该我了是吧？三二一。B。C D E F G， 你是什么？你就只记得这几个舞台？厉害什么？啊！其实一时间瞬间想是很难想出来的。我刚刚都稍微想了一下，就只有跟自己有关的一下能答出来。然后这局要卡出来，我们就玩三局。好。好，然后好，我们下一局是说出三个真人秀节目。跟创造营有关吗？不需要有关。你要说在腾讯播的，你不能在这说别的地方了。跑男、创造营、创造营2020、创造营幺、创造101、创造营2019、创造营2020。他说过创造营2020。啊，他说啊，2021吧，我改成。说出三款点心。OK。提拉米苏、拿破仑、熔岩蛋糕。蛋糕、面包、饼干。算吗？算吗？算。然后要死了。算了。奶茶、珍珠。年糕，珍珠不算吧？他说应该是奶茶里面的珍珠。那得珍珠奶茶吧？那不是一个东西啊，分开的。甜心算吗？不算。但是刚差出了一轮，然后二比一嘛，输了两轮，对，然后这一局的重。弄点简单的，可以来回来的，行不？对。说出三种有壳动物。我只要贝壳。那我先来。乌龟嘛。你先摇啊。乌龟。你先摇啊！你在那儿作弊。有壳的动物。赚时间差。还有啥有壳啊？乌龟。龙虾，龙虾算吗？算。螃蟹。算。OK。哎，我说的你就拿出来。龙虾、螃蟹，该你了。哎，你就，这，他输，二比二，下一题。好，终结之战。我不会再帮你回答了。说出三个神话人物。白龙马、孙悟空、哪吒。重来吧，你这个摇的也太水。三还一。如来佛祖、菩萨，猪八戒。白骨精。沙僧。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各种都有。二郎神、什么哮天犬，啥都。那比不过他这个游戏。我直接赢了吧。好，卡终于输了一次。嗯。然后这一局的惩罚是。发微博那个是吧？不是发微博，发微博是合影一张，然后奥斯卡做鬼脸，张涵江扮帅气。好，来拍一个。结果到时候拿出来拍出来，那发出去，人家直接说奥斯卡做鬼脸比张涵江做帅脸都还帅，然后直接射死。你做那个。
你说上次你那个大脑最近你我吃冰粉的时候我们俩对对啊 OK 大张嘴蹭脸那个你做我那个好我就做个帅的好让他们自己自拍好自拍吧你拍吧你拍我拍对你拍拍这儿他张大嘴张哦侧面唱那我也张大嘴吧我不想做帅你你做帅我不帅我要跟你然后我们现在一起吃拳3 2 1可以完了我一会儿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不用看你都敢做了你还怕啥看一下有多丑还是帅的还是帅的熊吃熊掌啥熊吃熊掌这个是啥就熊在吃他的熊掌哦这次呢本来是我于洋张江三个人一起来做这次采访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于洋他要回学校去答辩所以就要去赶火车了所以他提前走了然后只留下了我跟飞扬扬的两个人时光嗯。然后我刚进来的时候碰到于洋了就来北京跟他第一次见面没想到这么短暂然后祝于洋你答辩成功啊我们就先工作了下一个工作Hello 亲爱的大家亲爱的粉丝朋友们实在不好意思啊，因为杨洋要回去和专业老师进行毕业答辩的沟通从明天开始就要正式的进行我们的毕业答辩毕业论文叙述和毕业考试了啊，现在应该也赶不上火车了我都已经改签一次了不过今天真的实在抱歉大家不好意思我到学校了